进入台艺，其实他之前也有唱过啦，对不对？哈，欢迎伍思艾。哈，子姐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。伍思艾今天选的是什么歌？嗨嗨领星，嗨嗨领星，陈盈杰大姐的歌啦，哈、嗯。而且其实这个，因为他其实什么语言歌他都接触，然后也因为舞台剧的训练越来越成熟，好像在3月24、25会有一个舞台剧的演出。对，叫《后舞台青春梦》，在哪里？两厅院在芦洲的工学社啊哈。对，然后现在两厅院都有在售票了。哇，对，恭喜恭喜！所以其实你比较喜欢在舞台上演舞台剧的感觉是不是？因为演舞台剧，我觉得让我学习到很多，因为它有戏剧、嗯，然后会让我在歌曲上面诠释的那个感觉会、嗯，就是会有一个画面跟故事，然后引导我带我、嗯。对，然后但是当我回来到星光大道真正的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又是不一样。那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嗨嗨嗨领星》，欢迎伍思艾的演唱。谢谢。马上请建宁老师讲评。我觉得你选这首歌啊，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，因为这首歌算是我在台语歌里面我非常喜欢的前三首歌、嗯、甚至可以说最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词跟它的曲的搭配真的是非常充满那种人生的意境、嗯、那我觉得相较于这个陈颖杰，他唱的其实是比较沧桑，比较历经风霜，有点江湖味的感觉，可是我觉得你今天唱起来我觉得很有禅意在里面，因为你声音其实很清新，那可能你没有那种过多台语那种太多的那种苦腔的修饰，可是你唱出他那种歌词里面的意境，因为词是娃娃老师写的，其实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，就人生的喜怒哀乐的体会，我觉得跟你现在经历了很多，不管你那么多的表演舞台剧，你看了很多人生的百态，然后融入到你的声音里面，其实我很羡慕你，因为我觉得一个音乐工作者可以有这么多的，不管是在舞台上或是花博或者是舞台剧去历练很多，我相信这对未来你的音乐之路都很大的帮助。谢谢老师。听伍思艾唱傣衣瓜， Roger 老师觉得这个 feel 如何？好，因为这个歌是张国荣写的，他写的歌，那被重新谱了那个台语的词。那我记得这个歌以前在他演唱会他唱的时候啊，他唱得很淡定，就是可能再豁达一点。那我觉得这个歌其实谱了台语的词之后呢，这个歌词给我们的感觉，他应该再豁达。那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能够再把那个
悲的那个成分啊、哦、完全抽离掉的话，那它就是真的完全可以达到像刚刚建宁老师讲的那个，到了另外一个比较有禅意的一个境界。对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。不过其实对他们这种年纪的小孩来讲啊，还是在吃党羹嘛，所以其实你歌唱比赛我们的训练就是，哎，有时候人家会觉得哇，你看哇，他这样抖音，哇，他这样高音，哇，他很大声，好像那样就很好。其实真的要到淡定，所谓刚刚我们讲的禅哦，时尚界也是这样讲， less is more，有时候少即是多。那可是对年轻人来讲，他们在吃那个很油的麻辣锅啊，啊，那有一根要加很多乌醋跟那个叫什么胡椒粉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对不对？就像有些男人还喜欢浓妆艳抹的酒家女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，就是去欣赏那种淡淡的、那么一抹胭脂的那种气质。所以其实这个跟人生历练还是有关。其实这个最难、嗯、这个境界最难达到，就好像我们在做时尚、做化妆一样、嗯、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，你一定要经过化浓妆的境界、嗯、然后你回去再化淡妆的时候，你才会化得漂亮、嗯、那我觉得你们现在舞台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、嗯、那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跟你们分享我们更多的人生经验，跟我们听过的，或者是我们跟很多大师级，对，或者他们有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他们的感受、嗯、然后来跟你们分享。没错。好，现在全体的这个选手去卸妆啦。好，素颜哇塞，吓死。好了，唱得不错，谢谢吴思安。谢谢。接下来这位应该真的是出乎意料了，台语歌魏如云，请出列。姐姐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。你刚刚也要讲台语？我也要讲几叔叔啦。几叔叔有这样讲吗？有讲几叔叔吗？杨宏明老师，一点应该是讲几叔叔啦，有啊，有几叔叔，可是没有，不是，他说几叔那是一套衣服啦，几叔，几叔是没有卷舌的，可是你刚才听起来会有点像几叔叔啦，哦，几叔叔啦，小夸啊，拢听有安尼，讲较慢的我都会听有，哦，慢慢啊讲你就听有啊，啊你今日唱单一歌是为什么嘞？因为想要那个气化麦啊，中间还在夹那个是不是哈？那以前会第一首会唱的台语歌是什么歌？好像就那个爱拼才会赢。哦，漂亮的，来一下这个东南亚好不好？名曲，来来来。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大喊。是悠悠台吗？悠，那个我小时候我叔叔啊，就会教我们带头唱。一直帮忙，无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七十来上嘞，破浪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哇塞，感觉是社区联谊有没有？联欢大会啊、哦！谢谢魏如云小姐哈、哦。啊，接下来的正式带来什么歌？正式带来那个苏打绿的《无眠》。也会有带动唱吗？也会有可爱动作吗？没有了，比较冷静一点。冷静一点。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听 Queen 的演唱。